不過佢突然死亡，你單案點做？洪有振都冇死到，你哋上次都見到佢仲生勾勾喺度噶啦。我呢一單係謀殺案，根本唔成立。掹走洪有振先生帶住嗰個呼吸器，就已等同學殺。我哋會傳召一位證人，就係佢趁冇人嗰陣，潛入病房。點無啦？佢變咗做咩咧？佢好快死。咦，阿明？你话咩话？点解会无啦啦变咗佢嘅咩嘅？刘志豪嗰边嘅，嗰个警察嚟嘅，警察官啊，即系韩国兴嘅警察，嗰个叫警察官，有好多能力嘅。仲有，证人入病房嗰阵嘅闭路电视入边，一阵佢就会全部公开晒。梗系讲啊，佢老公抽起咗啦，嗬，系啊。其實他公開了，他都是對付他的弟弟而已，頂籠，是吧，查心？誰沒事？